下。有人在哼歌，心情好。是我，哇！大家都围起。哇塞！所以把到了吗？一七。对啊，这样，等他生日啊。哇，生日最好用的。哥，他下个月了，你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哥，你计划你怎么样？一个计划。好，很好。房子也蛮好。我跟那个韩东新那个律师的都是蛮好。别工好。可以啊。好了，来吧。如何让女生动心？有没有？其实小小的巧思，女生很容易满足的，真的。叫一下。真的啊，女生真的很容易满足的。我随便，我找他们三个、啊。哎，文心。什么东西让你最满足？帅。好，第一点。好，第一题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太帅了。Kevin Felt， 对 ，Kevin 换成 S，Felt 换成 B。他说他的数学又再一次不及格。He's really not good at this subject. Good。这个科目他真的很烂呢。ECT 数学需要大量的计算，对不对？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做计算。第二小题 ，B，I 开头 D 结尾，这什么东西？我们来看一下。So this 不够大 ，It only takes you 30 minutes to ride a bike around it。它只花你30分钟去加车。这个怎么 ？I 开头 D 结尾。可以告诉 Chris 吗？平常都是我在检讨，下换换给我答案吧。I 开头 D 结尾的，集思广益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课本拿起来没有关系啊。I 的啥 ？I 的啥？哦，真是的，对不对？各位不要发展 Island 啊 ，Island 这个岛屿其实不够大，它只花30分钟而已去叫车。第三题 ，How？Do your family celebrate Christmas? 选起来，节日用来庆祝，所以 celebrate C E L E B R A T E A T 对吧？形容词结尾 celebrate 庆祝。第四题，哦，他说怎么庆祝 ？We always go to church and have a big meal 去教会吃大餐。第四题，来请好 ，if 选起来，各位 ，if 若出现用现在式来替代。未来式，请你在 wins 划线写 BS， 后面 will have 划线写两个字未来。标准是这样过你的。如果 Dev 赢得这场比赛，他将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？Play for more， 哪一个？将会有机会持续前进。机会的英文 chance，C-H-A-N-C-E。感谢各位，第五小题。There are 各位，这个哪一个 ？S 开头 L 结尾。Routes to follow special， 我觉得 special 是吗？还是有没有其他答案？有 ，to follow when you are in a museum， 当你在博物馆里面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，such as 画卷，方便写两个字，就像是 ，no food and no picture， 禁止吃东西，禁止拍照。那我是第五题，刚才有。你看那个，没有特定的规格，好不好 ？Special S P E C I 会 Special 是哪里 ？Special 这个范围是哪里？关于啊，对啊，没有 Special 好不好？不然哪一个？绝对不会有 Special 是七年级的东西。都是七年级的，全部都是。哪一个？这不是我们的单词范围，这是我的单词范围。最后这个单词不是我们段考的范围，这个是七年级的。Hello， 你们几年级了？上面写几年级？
对啊，里面哪一个 ？I 开头 ，L 结尾。啊，对不起 ，S 开头 ，L 结尾。Several。有几个规定，对不对 ？Several。所以 S E V E R A L， 我的 Several。好了，再来，好几个规定。可以，天哪，你最会选择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认真听的，我可以坐着吗？各位Carrie's performance in the English show is 他说在英文的表演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棒，是吗？ She has a gift, has a gift， 抱歉，他在语言上面有非常多非常大的天分，所以这里正确答案是 C。A 有帮助的 ，B 不变的、普通的 ，C 优秀的、出色的、猪鸟的，答案是 C 选项。不要忘记了。喂，人格主动表、物表被动表 ，NG 第二选题。It is not healthy to eat late night。各位，晚上如果不饿的话，可以喝一点牛奶。跟牛奶有关系的，我们应该是找哪一个 ？A snack B C。Snake， 大家注意一下。第三题 ，Eric has enjoyed every portion shake has enjoyed portion shake 大米。Eric 他非常享受什么东西 ？Since he was a child， 麻烦一下 a child 划线，底下方可以写个 L I T T L E。A child 的 little 是指小的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称它为小时候的意思，就如同那个 a child 小朋友的意思。当文心小时候的时候啊，他非常 enjoy 什么东西。最后倒数第二个字 ，bread shop 的 bread 给圈起来。现在他拥有面包店，所以他是面包店的老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应该跟哪一个字 ？A freezing 冻结 ，B tipping 什么意思？诀窍。诀窍什么样的诀窍？就是可以让你持续。有帮助的方式，然后这个 tipping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，这是 tipping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，对，就是往你头上敲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看一下，这叫那，就是那，没有很大力，啊，这个 tipping 是往下，那个太恐怖了，来再来各位，所以这个部分正确的答案是 mining 是。介意，猪的部分烘焙。第三题答案是猪。第四题 ，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don't have to wear school uniform。国小生不需要穿。Hello， 全世界只有3%的国家，国中高中穿制服，其他国家都是穿便服。OK， 所以基本上这个正确答案是猪选项。A 清单 B 主题 C 类型猪制服 uniform。对不起 ，Mrs. Wang looks good。Mrs. Wang 发现谁 cast looks 发现谁 LKB 连这种词你就形容词用法 ，Chris 全部都是形容词啊。那老师问你们，他的儿子发生什么事？他儿子花了非常多的钱在变当玩具。我曾经碰到一个老师的一个朋友。那个游戏网卡一天一个晚上可以花24000块，一个晚上持续一个月，老婆因为这个跟他 divorce， 这太夸张了吧？他一个月的薪水才22000多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赚1块钱，麻烦请你买1块钱以下的东西，你不可以赚5块钱买10块钱的东西，哪一天你会这样越赚？各位，所以这个部分答案是猪选项 ，surprising 还是 angry 吧？答案是 B 选项。第三道语法测验，我们要选择这个部分，请你仔细听好哦。各位，在这个部分来，第一题答案是 A 啊。Jerry 发现谁不是 ？No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这部分应该是从过去到现在已有或未拥有的，对不对？完成使用法，碰到第三人称，第一个我们找 HAS， 答案是 猪选项。哎，文心他饮料带过来了吗？有，他们已经放在桌上了，这个意思。第二题 ，What did your sister think about the plan？ 各位 ，the plan， 平均，你觉得这个计划如何 ？She bought。啊，对不起 ，she thought， 发现上面 monkey 是原型的 T H I N K。Think. They thought that the plan couldn't work. 或者是，哦，这个各位 ，the plan 划线写个 s，work 划线写个 v。后面子句用法我们搞 that 加上子句，因为 think 为名词子句用法，后面接。还好我问你错。OK 了，对，所以放到这里的 that 后面接子句，所以这里正确的答案是 B 选项。我认为呢，这个方法可行。再来第三题 ，Have your parents？ 冰兔钢兔还记得吧？各位 ，your parents 画线方可以写一个二。他说你的父母亲哦，来，这个刚讲过了。他说 I miss them so much。为什么会想父母亲？人在不在？有没有跟你住在一起？没有，对不对 ？Rene， 所以冰兔钢兔，冰兔代表去过，钢兔代表，钢兔代表。人在。